到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。今年的畢業典禮很特別，是在疫情下進行，等我們一起去看看吧。你對於今天的畢業禮有什麼感想呢？雖然沒有見三個月，但我對同學的思念之情呢在昨晚都湧現了上來，也都很掛，即都睡不著的，咁希望在將來我都可以跟他們再相見啦。好的，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。今日是畢業典禮，你有啲咩想同同學同埋老師講啊？我好掛住我啲同學今日可以榮幸好嚟到呢個畢業禮，希望咧你哋都唔好忘記我，大家可以保持聯絡，同埋咧好感激老師對我嘅照顧，希望可以日後可以繼續見翻你哋。好多謝你接受我嘅訪問。